为您呈现崭新的威力百科吧，一套整合全方位多媒体应用功能的软体，只需要透过 Power Starter 快速启动界面，您就能够执行吧相片、影片、音乐及电影等多达40种的应用功能。威力百科吧并内建了烧录及备份功能，能够彻底的保护您的重要资料安全无虞。 Power Starter 快速启动界面不仅让您能快速执行各项所需功能，还能进行产品更新、产品资讯了解及各种设定。您还可以从产品列表中直接启用各项软体功能，或是存取线上说明档案，以获得及时的支援服务。威力百科吧的新增功能，让您能轻松进行管理、修正、强化及分享您的媒体档案内容。透过我的最爱功能，您可将最常使用的功能进行新型标记，便于日后更快速的启用对应功能。在威力百科吧的众多音乐功能中，更创新内建 Wave Editor 音乐编辑器。 Wave Editor 不仅让您汇入音乐档案，还能进行曲目裁切、特效、强度套用，并可输出成您自己喜爱的音乐格式。威力百科所内含的 Power DVD 不仅让您体验绝佳的电影视听震撼， DVD 影片播放时还能拥有趋近高画质、画质提升的视觉享受，以及电影资讯管理收藏功能。威力百科所内含的魅力四射，让您在相片及影片的管理上更便利快速。强大的脸部辨识功能，上千张的人物相片在短时间内就能快速的进行标签及分类，让管理更容易。相片还能转换成生动的动态相片秀，并且上传包含人物标记的相片至 Facebook 网站，或直接烧录成光碟。威力百科所内含的威力导演能够提供您剪辑影片所需的各项功能，包含影片特效、转场、长度修剪、子母画面、配音配乐及混音等，并且弹性的输出成您指定的影片格式，或是烧录成影音光碟，以及直接上传网路与更多人分享。此外，您还可以从 directorzone.com 网站尽情下载数以千计的免费特效，并且从中观摩其他创作者的影片作品，让剪辑创意资源无限大。透过魅力四射的快速影片管理功能，您就能够更快地查找汇出的影片位置。想了解更多威力百科吧的便利及实用功能吗？现在就立即下载试用版，亲自体验威力百科吧的全方位应用魅力。